楚汉相争，刘邦急图东归，命张良物色帅才。张良看中项羽帐下怀才不遇的韩信，以脚书为凭，见他去投刘邦。韩信自负，不愿出仕荐书。丞相萧何知韩信有大才，屡次奏请刘邦重用。但刘邦因其曾乞食漂母，受辱胯下，未予重用。韩信愤而出走。萧何闻之，飞马出城数十里，带月追赶，将韩信劝回。刘邦终于拜韩信为大将。
君可在帐中？帐外何人？唤音古有求见。啊！韩信在此，何来故友？韩将军先生，请。我与先生所不相识，今日到访有何教诲？将军有所不知，我不远千里来到吴楚地，实为售卖宝剑。哦，但不知先生卖的是什么剑呢？轩辕所造宝剑三口，一名天子剑，一名宰相剑，一名元勇剑。这天子剑卖于何人？天子剑已卖于汉王刘邦。刘邦，这宰相剑呢？卖与丞相萧何了。这元戎剑呢？这元戎剑，将军精通韬略，国士无双，当将此剑赠与将军。哦，哎，韩信有何德能敢配此剑？君乃盖世奇才，可惜霸王不能重用。若能得与明君大展宏才，佩戴此剑无愧焉。这个，我观此人相貌堂堂。哦，足下敢莫是子房先生么？在下正是韩国张良。轰呀！先生拜见来访，韩信失敬了。韩将军，霸王风流不如韩将军，捉难逃出不住，韩王的兵马与他正是齐才，愿入伍是因之风乃诺，你何不协助投韩前去？赠剑之恩，没齿难忘。韩信早有投韩之意，怎奈无人迎接。不妨，
我这里有九十一封，将军取到包中，先见萧何丞相，他乃当今伯乐，必然宝剑于你。哦，此有第一旅途一册，按图而行，可到包中。如此，多谢先生，告辞了。慌，今有反贼对代王言道，韩信精通韬略，心怀大志，若投他吃，必为后患。代王若是不用，就当即早杀之。韩将军，你性命危矣！哎呀，大夫，你要救我一救啊！三尺路迹早为上策，先有文凭录印在此，你快快逃走了吧！多谢大夫厚当图报，走。杨千一地杜玉琛有凭我知汉忠心
天下臣民皆义愤，讨伐杜甫其一兵。教官可恨项羽不尊怀王之用，自立为西楚霸王，反将无知，封为汉王，贬之鲍中。只因张良先生火烧栈道的时节，言道殉防新汉灭楚的大将军，以绝食为凭，到日今无有音信。我命滕公夏侯婴设立招贤官，收罗贤士，朕是千军容易得，一将最难求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参见相国。滕公免礼。谢相国。滕公此来莫非招得贤士了？不错，赵县官招得一贤士特来报见，但不知贤士何名？淮阴人韩信。韩信，闻得此人不得第一之时，七十票目手如胯下，汉王也知此人未必能重用啊。此人雄才大略，若能重用必见其功。也罢，待我面试其才，有请韩贤士。遵命。有请韩贤士。来也。爬山涉水脱罗网，斩断千里投汉堡，奉诏面也叫丞相，迎接军师怀中藏，破鼓来在厅堂上。在上韩信大礼参拜。罢了，告辞。且慢，察言观色，贤士似有不悦之意呀。我有一言，请示唐突之罪。若有高论，悉
而恭听丞相用兵，请讲。昔日齐王好国色，今有一贤士善于国色，望坐于堂上，命国色之人立于堂下。那贤士不悦，言道：今王坐而臣立，臣活此间甘为王乐？丞相，你将这国色之人尚修理于王侧，何况我韩信儿？驾到，有失言雅，亡妻十岁。岂敢！久闻汉王圣明，丞相贤达，故不愿千里特来投效。将军来投，壮武军威，怎奈项王圣勇，万夫莫当，汉军何能与之对垒？项王暴虐，失尽人心，东迁彭城，自困绝境。汉王贤德，天下归心，养精蓄锐，时宜强盛。若能不适时机，举兵东进，必然一呼百应，天下大局指日可定。将军高论，但是斩道稍绝，不能东归也是枉然。稍绝斩道，乃智者之计耳。此计瞒得过项羽，也能瞒得过俺韩信。夏侯将军，可记得张良先生临行之时言道，寻访新汉灭楚的大将军，以绝世为凭。不错，到如今我有音信，我向韩先是宏才大略，不请他还请何人？言得其实。此方啊此方，往日几经，这一回你也失了机
会了。不错，他也是了机会了。夏侯将军苏修奔，今日相逢，这举包中屯边将，只待东归灭项王。故汉王刘邦，是故听从张良先生之言，暂居包中歇兵养锐，如今兵精粮足，朕可复夺三秦。只是新汉灭楚大将军至今尚未到来，教孤好生忧虑。萧何有本起奏，启大王，萧何有本启奏，宣他上殿。遵旨，大王有旨，萧何上殿呐、啊。领旨。
臣萧何见驾，代王千岁。听臣千千岁。上殿有何奔走？夏侯应在招贤观，特来一贤士，特来保贤。贤士何名？淮阴人韩信。韩信，臣那是闻得此人不得地之时，七十票目手若胯下，持身危见。若用此人为将，恐三军不服，项羽耻笑。大王是哪里话来？固执大将，持身危见者多，韩信盖世奇才，大王弃之不用，我君臣东归无日了。所奏，选韩信上殿。遵旨。大王有旨，夏侯应带韩信官带上殿。领旨。臣夏侯应。韩信见驾，大王千岁。听臣千千岁。请千里而来，未见才能难以重用，今命亲为连袄官，是看你能否胜任。慢来慢来，大王封他连袄官，大才小用啊。荣姑四指退班。大才小用啊。是啊，大才小用了啊。丞相暂且上任，再做道理。Thank you.
旨，大王有旨，萧何上殿呐、啊！领旨。一字相逢起火身，看叹英雄少知音。参见大王千岁，贫臣赐座谢座。大王为何长叹？只因张良先生寻访新汉灭楚大将军，至今杳无音信，故终日思念太公夫人，已有东归，有无善策，故而烦闷。大王思念太公夫人么？臣宝剑一人，不但太公夫人可见，三秦可得，项羽可灭，天下在掌握之中。既有此人，现在何处？现在宝中。叫何名字？他叫不是也罢。却是为何？说将出来，大王道他赤身危险，不堪重用啊！既有贤士，焉有弃之不用之理？当真用他？当真用他？果然用他！果然用他！韩信呐、像那韩信，自身尚不能谋，封他为连敖官，只恐他也不能胜任吧？大王封他为连敖官，上任未到一月，将所及公文事件迅速办理完毕，属下人等尽皆贪腐。小雅所悟，何足道哉？以小见大，这次一切可见他满腹经纶。即使丞相称赞，就升他为直宿都尉。知足都尉还是大材小用啊！我想韩信自到包中以来，升官两次也就是了，丞相为何苦苦地保奏？他非伯利之才，大材小用，岂不可惜？也罢，等张良先生绝食到来，倘若所见之人才敢不及韩信，那是在重用于他也还不迟。等不及了，速速悬上殿来，拜他做大将。荣姑四指退班。
见大王千岁，贫身赐座。谢座。宣臣进宫，有何国事议论？故连日夜的噩梦，梦中见虎，恐有不祥。哦，大王夜梦不祥，臣倒想起被古人来了。哪被古人？大周家下有一阵之后，明月起进宫，是他一梦上山见虎，日草见蛇。他家前有一贤臣，名唤严平仲，其建功名严字远哉。严字走到夜梦上山见虎，日草见蛇，何为不祥？我国中倒有三不祥。哪三不祥？有贤士不知，一不祥；知而不用，二不祥；用而不能重用，三不祥。大王此梦与其进宫一般无二。丞相是哪里话来？故自包中以来，那丞相之见，广设招贤官，收罗贤士，若有贤才，孤当重用，怎奈无有贤士耳？眼前就有贤士，大王不用啊！现在哪里？现在包中。叫我名字。他叫不是也罢，不是也罢。为何不讲？是讲出来，大王不肯重用啊！哦。你说的又是那个韩信吧？啊，不错不错，真是韩信呐！哼，像那韩信，母死不能葬，乃无能也；寄居亭长70票亩，乃无耻也；手如胯下，一世家一笑，乃无勇也；仕途3年，官职至极，乃无用也。此这样无能无耻无勇无用之人，我若用他，故定被那楚军擒获，我300,000士卒的性命也要断送他手。孔子被困成才，非无能也；被狂人围困，非无勇也；卒老于心，非无用也。70票亩手如胯下，乃是英雄，未得其实；在八王帐下，一位知己郎官，乃是英雄，未得其职。韩信盖世奇才，大王岂止不用？还教微臣见哪一个？他啰嗦了，哼！大
相屡次暴走，怎奈大王执意不听，有何面目留在帮中？一罢，不免留下诗句，弃官而去，正那是。岂敢逆死水，特意起风波家园，有勇莫伺候，遵命。韩将军弃官逃走，带路是。打扮往哪道而去？他身背宝剑，哦，胯下青鬃马，直奔东门而去。好，待我东门问过明白。且慢啊，待小人与相爷备马。哎呀，来不及了。Thank you.
好，三番两次我把韩信包，大王不用为那条，此番韩信追得到，从今协力入韩朝，此番韩信追不到，这万里的杨门山，一战袍，一骑马。将军身背宝剑，胯下千纵马。No， 有此道而去。有的。哦，过去多时了啊？怎么过去多时了？是的，这便与我两国慢走。惊慌，韩将军弃官逃走了。我知道了。
来。问你，你可看见一位将军身背宝剑，胯下轻纵马？ No no no， 由此道而去。有的有的。哦，过去数十余里了。啊！
相，丞相。韩将军，你绝人特甚呐！你为何不辞而别？这个丞相，相安韩信自到保中以来，多蒙丞相连报三本，怎奈代王执意不听，有何面目留在保中？情愿回归故里，跟众为身。丞相大恩，荣图何完报？官岳之才，一律之之，使我连报三本，待王说你赤身危险不肯重用，怒恼将军投奔家乡。我闻听此言，急急忙忙追赶前来。将军暂息雷霆之怒，随我回去，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。将军，你千不念万不念，还念你我一见如故是三生有心，天将下
的鬼地回去吧，若是汉王再不肯重用呢？太王再不肯重用，我和将军一同走。好，如此，我有一物请丞相交于汉王。何物啊？哎呀！见却是心不明，小伙脑门做梦动人，低下头来暗自困。丞相，待我失明。丞相不必多疑，这封绝诗正是张良先生交予我的。哦，我就是张良先生捡来的。哎呀，有此绝诗，为何不早献？岂不免去许多的唇舌？俺若以失此剑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？俺韩信无能。英雄本色，令人可敬。马来、啊，啊，相公，韩将军他可愿回去呀、啊？韩将军不但随我们回去、还有一件大大的喜事啊、什么喜事啊、你拿去看来。啊，这不是张良先生的旧诗吗？韩将军真是张良先生捡来的。哎呀，既有旧诗，何不早献呢？哎呀，你好糊涂啊、他若一失此剑，岂不失了大将的身份呢、原来如此啊，将军何不趁此一轮明月速速回去，免得待王挂念。是啊，好，如此丞相腾功请。请，正那是二公可算是贤臣，不辞待月与沛信，叫和月下追韩信，留得美名万古存。分帮小伙进讨我对
沛丰起兵以来，蒙大王待日手足一般，又加封我守相之职，我为什么要逃走啊？你不逃走往哪里去了？追赶大将军去了。哪国大将军？韩信呐、啊。之将之中有人逃走，你不追赶，为何独追韩信？之将已得韩信难寻，追他回来则甚？拜他做大将啊！我不用韩信，你临见一个。不用韩信，临见一个。哎呀，见哪一个呢？啊，还要了。哪个？韩信呐、啊！哼，故意决定不用他，你休再啰嗦。嘿嘿，之过，多亏丞相不辞辛苦将韩信追回，我刘邦若能一统天下，定与秦荣华相共，永不食言。谢大王，连谢大王，连谢大王，谢大王，谢大王，谢大王。
我容易的很呐、啊。